贝拉源自于神圣庄严的教会音乐，强调声部完美和谐，表达对上帝的崇敬。神秘失控人声乐团以阿卡贝拉的表演形式融入戏剧、舞蹈等舞台元素，在成军才不过2年的时候，就分别在台湾和奥地利得到冠军的荣衔。我们的表演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的演出跟一般的阿卡贝拉团是欧美的阿卡贝拉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会比较注重在纯粹的声音表现上面，纯粹的和声和优美的和声，然后他们真的都很厉害。那因为我们就加入了一些舞台的元素进去，譬如说有舞蹈动作，然后有比较夸张的服装打扮跟一些走位。神秘失控将人声当作乐器使用，除了可以用来表现纯粹的乐器演奏，也可以创造出人声和乐器合奏的情境。将这两种独立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就是当年神秘失控赢得世界冠军的秘诀。像我们表演的时候有融入东方的东西，像是扇子啊，古代的那种帽子这样，然后唱的歌曲也是比较融合东方的一些感觉，就是像我们在非常有名的那个贝多芬的那个快乐颂里面，我们融合了原住民的一些吟唱的部分，那我们还唱了那个一首我们的一首歌曲叫 Oriental Fantasy， 那里面就是融合了郭英男老先生他很有名的饮酒歌跟那个非常有名的国乐曲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我们就可能就吓到了，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那感觉我们是很整体包装性的表演，所以就得到了不小心得到那一届的冠军这样。只要有嘴什么都唱得出来，神秘失控的多变曲风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音乐总监鄂以伦。一般强调美声的阿卡贝拉团体都有人数或者编制上的限制，为的是要呈现出完美的和声，十个好朋友组成的神秘失控却能突破人数和编制的限制，找到自己的路。七八个人的话，像我现在在编曲的时候，我譬如说我八个人啊，我扣掉主唱，那我有至少两组的声音，我可以去做和声，所以我在和声的基本的元素上面，我还可以再加一条旋律，我还可以再加一个乐器，然后再更多的那个鼓类的那些打击，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磅礴气势的曲子，譬如说像是《狮子王》我们也做过，然后还有恩雅的歌我们也做了。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冠军曲什么 Final Countdown 那种东西我们也做了，那这个东西都是别的团可能如果说你有人数上面的限制这就很难做，这个就不是说他们就不是说好与不好，而是就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子。失控为观众创造快乐的情绪，除了声音的表演，舞台的效果也相当讲究。舞台呈现真的就是说把这首歌的情境把它在舞台上面展现给所有观众看，包括灯光，包括服装，甚至我觉得甚至包括所有人脸上的表情，这个我都是要去设定的。就是有时候即使不是有很多舞蹈动作，但是只要是团员的位置啊或是表情对了，那其实就会是那首歌就会好看。经常在海外各地演出的经验让他们发现把大家的回忆唱出来也是营造快乐气氛的必要条件，像是港剧《上海滩》《小李飞刀》《天龙八部》经常都是引起现场尖叫的高潮。创团前2年接连拿到2个冠军，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利用下班时间排练的神秘失控，在传递快乐的同时，背后付出的心血和自我期许的压力其实相当大。
台湾的表演环境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啦，容易生存下去，就是要很大的决心跟毅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才能够有比较好的结果。那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其实就是希望一直有作品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朝创作性的表演团体去。因为 Acapella 这个表演艺术，它基本上某种程度，它大部分的团体它都是唱那种所谓的 cover 歌曲，就是所谓的口水歌，但是它最大的表演特色就是把它们改编成另外一种新的方向。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像瑞典一个非常有名的团体叫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那他们之所以是我们人声界的一个天团，就是因为它是有创作歌曲的。那有创作歌曲的一个团体，它才是比较有一个前进的力量，继续推这个团，不管是前就是朝进步的方向去走。放眼全球，几乎可说是极少数有实力开现场演唱会的神秘失控，以自己的身体为乐器，融入音乐剧和华人共同的记忆，要把快乐元素透过舞台唱给全世界听。